我觉得也是这个时间。昨天差不多，比较早。你玩去了？就这也是我发现的吧？是我呀，我发现他进来的。我说：“哎，这来个小猫，好，你们俩去冲冲凉了，你们去。”我怕把那碗给它放那儿，自己吃吧，自己吃啊，放吧，就放着，好，还挺细的吃的，旁边有一盒肉，你不吃？嗯，想吃，然后不吃，跟粉皮一样，那个不要紧，不然牙齿好了，嗯，真乖，我让它去放一个嘴，它就关。这会儿咱就可以走了，然后在这吃，然后在这玩一会儿。不走了，不出去玩了。不要动到棍儿上摸，嗯。不出去，可以摸吗？等吃东西。你这，我们这待半年，你就在这待半年，把你养大胖猫，大胖胖。我想说，小明叫胖胖，让他也当胖胖吧。圆肚子是圆的，把它养成孕妇。我刚才是小公猫还是小猫？公猫。它为什么不吃完啊？抽屉。等你吃完去。别看妈妈了。小妈妈还回来了吧？出去了。好。吃了吗？不吃了啊！啊，他就想看看手机。先拿大块的。嘿，妈妈。他没说可爱。就是乖，他不乖。对呀、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家长喜欢乖孩子，知道吗？他不乖，他愿意跑出去玩，就不喜欢他。在家待着呢，家长觉得啊，他好乖呀、啊。那孙子里边真是白色。能得到一只合算，那么三个猫已经就足够了。是给他画了多大的地方，他就在多大的地方画。还记不记得把他圈石头里？嗯。那时候叫索尔，索尔。舔不出来。咬着呢，嘴里边咬了一块，皮嚼不动。啊，嚼不动的就光往地上扔啦。他不见了，哎，又反去冰吃。没事，自己吃。他不爱去准备。嗯，他有没有啃地板砖呢？偷抬。撑着了。这摸它撑不长的没事。肚子都不圆。直接咬就行了，不用舔。
玩的啥来着？饱了，啊，饱了，饱了。可以摸吗？逗他玩，逗他玩，玩一会儿。玩一会儿，摸一会儿就走。可是不能放这儿，打过来了，他护食抢，快打架了，放屋里面去。